他是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作家，他的《草房子》《青铜葵花》《蜻蜓眼》等作品成为一代代少年的文学启蒙。那么影响他的人生之书又是哪一本呢？本期读书邀请北京大学教授、知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在这个夏天和您一起打开一本书乘凉。各位好，今天呢，我们把曹文轩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曹老师您好。李芳好。陈辉你好。观众们好。还有我们的陈辉老师。您好。主持人好。曹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你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书？影响过您的印象最深的书？是这样的，人这一辈子吧，在不同时期会被不同的书所影响。有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静静的顿河》。《静静的顿河》是作家肖洛霍夫创作的长篇小说，展示了1912年至1922年间俄国社会的独特群体——顿河地区的哥萨克人，通过一系列战争走向社会主义的历程。主人公格里高里是生活在顿河岸边的哥萨克人，他徘徊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也徘徊于生活的十字路口。这个书对我影响太大了，这是一套具有教科书性质的巨著。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看到它啊，我不知道陈辉如何，我是看里面的爱情故事。是的。所以您觉得它是小说教科书般的这样的一本，理由何在？为什么说？我对这套书的阅读，其实它也是一个过程。开始的那个状态和你们也没太大的差异，就是看爱情故事的。但是后来我是老师了，那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他的小说艺术方面的长处，那个优点。我首先觉得他有一个关键词，叫有。他非常完美地阐释了摇摆这个词，啊，比如说格里高里与阿克西尼亚和娜塔莉亚，一个是妻子，一个是情人。阿克西尼亚是一个富有野性的、富有浪漫气质的，也是热情而奔放的，感情热情奔放的，啊，但是他的身世又是让人感到悲悯的。又经常会在家庭暴力之下的这样一个女子，那么娜塔莉亚是一个温柔的、纯净的，然后又无私的爱，而且又为这个格里高里生下来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儿，所以她在这个两个女人之间一直处在摇摆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人性的状态。那么还有一种摇摆就是什么呢？是她的思想上的摇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啊，一直处在一个摇摆的状态。那这个摇摆状态呢，又与哥萨克这个特有的民族有关，与这个民族的性格有关，决定了他。一方面，他表现出来的是非常的执拗、不变；另外一方面，又用他民族的那个东西来对这个世界进行判断。那么这个判断就非常容易导致他在两者之间的摇摆，啊，一会要参加白军，然后后来又受到了这个共产主义思想的吸引，啊，参加了红军。可是他在参加红军之后，又发现红军他作为一个哥萨克人不能够接受的，然后都有摇摆到白军那个地方去，然后一次一次的摇摆之后，他回到家的时候已经一无所有了。最后一个镜头看了我永远永远记得，最后一个场景就看到他的儿子站在高处，然后他看到儿子，整个故事就结束了。后来我就悟出来了，摇摆是这个世界的存在的方式。那你看天空的鸟，它是要靠翅膀的摆动才能往前飞的，鱼要靠摆动它的尾巴才能往前游的，对吧？所以摇摆是这个世界上的，是这个存在的一个动力。所以肖洛霍的《静静的顿河》，当他写下第一个字之后，
一直是靠摇摆运行到最后四卷本。这本书其实对就普通人在回想起他的时候，可能首先想到的都会是他的风景描写。那您是不是也认为风景描写是他作为教科书般的这样一部小说对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他这个里头的风景描写，如果你要去把它做一个摘录的话，可以出一本小册子。今年的邓和里头的风景描写，它的用处是很多的，一个是用来映衬人物的心情的。你比如说有一段啊，他这个描写其实是用来衬托阿克西尼亚的，说小麦长出了尖尖的裂芽，乌鸦已经可以藏在里面，它已经长得很高了。然后呢，突然啊，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闯进来一群牲口，他们的尸体践踏了这里的庄稼，把这个地方搞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伤透了心。他这个描写其实是用来衬托阿克西尼亚的，因为阿克西尼亚的心情就是这样，格里高里的皮靴啊，就踩在他那开着的金黄色的花成熟了的爱情上，然后当他心情好的时候，那个景物也都要跟着变了。那么还有一些风景描写，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是用来调节节奏的。因为你想想，这四大本啊，他还在不停的在说，包括那个对话啊，如果这个对话总是在进行，总是在进行，那也会让我们干得很疲倦的。这个时候他会停下来写一段风景之后接着来。俄罗斯的这些一个作家特别善于干这个事，高尔基也是，列夫托尔斯泰啊，对，是。那么还有一些风景是用来营造氛围的，恐怖的氛围、快乐的氛围、忧伤的氛围，啊，令人感到悲痛的氛围。其实啊，我们要是看中国古代文论，也能找到相通之处，不是一切景语皆情语。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所以，当我们看这个作品，特别是随着我们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包括阅读的经验增长之后，我们再看它，或者一次一次再看它，对我们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启发和唤醒也都不一样。真正的名著是可以无数次读的。所以就像我下面想问您的一个问题，除了它对您的创作上的影响之外，您说过它也是对您人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这个作品给了我三个非常重要的维度，一个就是它从头到尾贯彻始终的正当的道义观。怎么解释正当的道义观？你看到没有，它虽然人物在两者之间摇摆，在这个摇摆过程里头拉你一点点的看到的是正义的力量最后是压倒一切的。第二个，他从头到尾把审美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自然。他的人物总是在自然的这个空间里头的。我特别想去邓河，他的风景让我们想到了俄罗斯的油画，再一个就是由始至终的字里行间的悲悯精神。格里高里的老父亲心情特别郁闷，这个郁闷不是因为他的家庭，也是因为整个时代。漆黑的深夜，他骑着一匹猛马回去，结果猛马掉到了冰窟窿里头，老头酒窝已经醒了三分了，然后他就救那个马，怎么可能呢？根本救不上来的。然后那个马眼见着慢慢的沉下去了，那个时候你的心头涌起的是悲悯。所以你会发现细节啊，就是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看细节啊，特别是让我们忘不了的那些细节，其实也把一个作品的魅力彰显出来。一定要读经典，啊。